是月说永远相守无缘，执子手偕老天真，一句表白，生命本无色，你给我眼彩，无悔的岁月，绚丽如海。故园花已开，正在等待你悄然离去，天涯在彼岸，憔悴的欢乐断续，揉成了不愿今夜，画中的岁月绚丽如海，这句法语听起来很动听啊。学是挺难的，但是确实是很好听。哎，你现在学到什么程度了？跟人家吵架应该是没问题了。到了法国就是为了跟人家吵架的？没有，我是说我要跟人家说什么都可以了。玉玲，我觉得咱们不管到任何地方都要礼貌地待人，要不然呢别人更瞧不起我们中国人了。人家瞧不瞧得起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。这不是你我的问题，我们去了国外，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我们是中国人。多少年了，我们中国人是不争气，是让人家笑话。我们也管不了其他的人，但是人贵自重嘛，就算是给国家留一个体面吧。脏话，你那么爱我们的国家，但这个国家也爱你吗？你那几位朋友，虽然他们是待我很好，但他们这样待你，我想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这种事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，他们维护自己的理想是没有错误的，怪是怪我当初真不应该接海关这份差事。维护自己的理想，那也不应该背叛朋友吗？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会伤害到你吗？没什么关系，朋友嘛，终归是朋友。你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你是那么辛苦支持他们经费的，到你出了事儿，他们却不理你的死活。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懦弱。
应该先想想自己，然后再给我说这番大道理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，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，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你这么难得来这一趟，我还说出这么让你伤心的话。一良，趁我现在能力达得到的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呢？我已经很好了，簪花，你也会很好的。我也没说我自己不会好的，只是觉得你在这边生活实在是太辛苦了。我也不是来这儿讲究吃喝的，日子过得去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将来真的要靠卖画为生的话，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啊。再说吧。你有多少钱，我又不是不知道，还能够维持多久啊？暂时还可以啊。啊，那位姓田的在这里找到事情做了吗？他开了一家皮革店，款式挺受本地人欢迎的。看来他要在这儿落地生根了。他的父母各自有了家，我想他会觉得回去很孤单，所以情愿留在这儿。啊，簪花，我去画画了。好吧。
这块料染的不太匀，你要盯紧一点，不要老是做事马马虎虎的。那帮人啊，看着咱们就眼睛老是长在头顶上，你该坚持就坚持，他们不爱做生意就不做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对不起，那你就等了。没事，你先去忙你的。心里面坐吧，这会儿再看一下。奥米寄了一封信回来，他说要向你问好。奥米说他回到上海很开心。说说别的事吧。守信，有时候朋友跟朋友之间是需要互相迁就的。我认为伤害过我的人就不再是我的朋友。那我呢？我让你那么失望，算不算是伤害过你呢？差点是，不过上次你眼神告诉我，你并没有放弃。你最近比较闲得下心呀？我只是想体会一下你说的心乱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我等着看你的作品。玉良，我现在只是随便画一画，我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了，晚上画几笔解解闷吧。我依然相信你会是一个很出色的画家。玉良，你不明白吗？你稍微分点心，画出来的东西啊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我现在整天忙着店里的事儿，能画出什么来啊？过些日子，等你没有那么忙，再好好努力吧。玉良，我当时决定放弃画画，那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。我既然咬了牙了，就不会再往回想了。守信，我现在才敢跟你说，我觉得你太委屈自己。我都不觉得是。看见你这样，我会觉得很难过。那你应该能想到，我当时生你气的时候，心里是多难过。这几天，我又可以将我的心放在油彩上，甚至比以前更加真实。那我就更不爱让你看我的画了。我相信那会是好的，让我心酸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开门呀？我已经按了很长时间门铃了。我正在画画呢，你怎么这样按门铃呢？吓我一大跳。玉良，玉良，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啊。我那边的汇款出了点问题，钱还没有到，我已经多发了一张电报过去了。但是我想，可能还要在你这儿多打扰几天。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有必要这么客气吗？啊，我去帮你开门啊。啊，来了！潘先生你好，我来找玉良。啊，守信，玉良，你要的书我帮你找到了。啊，梵高，赞画。哎，快来看看，这就是看得我手心冒汗的梵高。玉良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看你满头大汗的，还没吃东西吧？来坐。啊，坐。我还是不坐了，
你有空的话就来找我。什么高兴的事都跟我没有关系，把我一个人关在这里，关在这里什么意思？脏话！脏话！你把我关在这里什么意思？什么居心？啊！你别喝了，我去给你拿条毛巾。我要去云南，我要去云南，云南真好啊！你先躺一会儿吧。你不让我去是不是？你那些日子都过去了。起来，错啊！错的都是我，对的都是你们。你这不是自暴自弃吗？没资格跟我说这句话。我就是要走，谁也管不了我。我就是要走。我是后来才知道，为了坚持画画的信念，让我所爱的人受了那么严峻的伤害。我非常自私地关注我自己所受的伤害，我忽略了所有的人。后悔已经不是我所应该做的了。没有人会知道，我后来所有的话，都是我对前半生的忏悔。陪我出去喝酒去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潘先生。我潘赞化说过的话都是算数的。我说要找你来聊天，我来了，来了啊！你对他真的很好，非常好，我谢谢你。我和玉郎是知己朋友。知己朋友。回家了，啊，对不起，你中国人没礼貌，太没礼貌了，啊。哎。
浪费，太浪费了。我家里没酒了，我先借拿去一下，一定还你，一定还你。我哎，喝酒喝得痛快，咱们一块儿喝吧。哎，那年轻人高兴的日子多着呢。别喝酒，不能喝酒，别喝酒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快回家吧。我家在特远的地方，回不去了。我是攀丹花中国人，我要让你知道怎么尊重女人啊！谁在蒙大米自由 play？ 谁在蒙大米自由 play？ 你拉我干什么？他们本来做的就不对嘛！水，水，水，早别水，谢谢，谢谢了。潘先生，你发烧了？让我睡个好觉吧。我送你回去吧，待会儿工人来上班会很吵的。我这个样子回去，玉莲看到了，心里肯定很难过的。我还是待在这里好了。熊熙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去看看他吧。他有没有说什么？我知道他的脾气，我这两天先不过去，哪会让他更难受？
你这么体贴他呀？守信，没有他，我只是一把泥巴。我不同意。守信，你喜欢的我是他一点一滴细心的捏出来的。玉良，你又改变你的主意了。守信，希望你也改变你的主意。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不够坦白，那怎么能打动我呢？我对你们有不一样的遗憾，但我这辈子却因此而无憾。你说的太早了吧，以后还有时间呢。对，是需要时间去证明的。但守信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用时间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吗？我是个凡夫俗子，想不出这样的大道理。我只可以答应你，好好的照顾他几天。像你这样的好人，真的是不应该有烦恼的。那我就应该早一点让你看到我阴暗堕落的一面。我真羡慕别人的花好月圆。你这句话出卖了你的过去。我曾经很努力地去摆脱我的过去，但终于我知道那是毫无必要的。要是所有的人因此而不爱我的话，我依然庆幸我自爱。玉良，你这句话跟他说过吗？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高不可攀。他也今非昔比。藏画的坚毅和魄力，不是你我可以想象的。原来执迷不悔的是你。我在这方面的成就就远不如奥米了。玉良，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听惯了浪漫的法语，然后学会了这样肆无忌惮的谈心？是因为我们已经亲如手足。谁说呢？田先生，早啊。好点了吗，潘先生？好多了，这几天打扰你了。不要说这种话，先把衣服换上吧。玉良把衣服送过来了。啊，我从他家里取的。啊，这两天外面有点乱，有些学生闹得很厉害。不好好念书，瞎闹什么呀？等市面安静一点啊，玉良才能过来呢。你也先别出去了。这是玉良的意思吗？你要是嫌弃的话，那是无所谓的。啊，不不，我只是怕给你多添麻烦。那大家就别客气了啊，
我外面还有事儿，先出去一下，你随便吧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法国人推崇的和我们宋朝东西很贴近，简单利索，但是要自然，要耐看。我抓住了这个特点，做出来的皮具啊，在这里很受欢迎。要不是他们从北平掠走了这么多的珍品，他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什么是好东西。不过他们眼光还是不错的。我现在可真是担心呢，我们的文化心血全都落到了他们的手里，我们的下一代呢，连见都没见过，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你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啊，潘先生，只要这些东西还在这个世界上就好了。你看吧，以后中国人还会吃大亏的。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去看待每件事。玉良，请进。玉良，请坐。臧化，你好了。早就好了。我去买点东西。潘先生、玉良，你们先坐一下吧。守信，别买太多吃的，我吃过了。臧化，吃点东西吧，光喝酒对身体不好的。你跟那些学生一块闹革命去了？没有，前几天街上很乱，我就索性把自己关在家里画画。那些办画展的人想让我多画几张，让他们挑。你把你自己关在家里我毫无意见，你把我关在这里算怎么回事？哎，让我等死啊。守信说你发高烧迷迷糊糊的，我想也不方便让你走来走去。我潘赞花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发烧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发高烧会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在说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赞花，每一个人到头来都很孤独的，你要学会照顾自己。我会照顾自己的朋友，照顾自己的家庭。你现在反过来说让我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哎，你是谁照顾的呀？啊，我也是在学呀。你不是早就学会了吗？赞化，我们回家再说吧。你回你的家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回去吧。张玉良，我们走的路早就不一样了，也没有必要非要维持着朋友的关系，以后大家连想都可以不用去想。好，我做得到。玉良，我回家了。
我还在工作，打扰你休息了。啊，不会不会，我在里面待着无聊，出来走走。再说了，这巴黎的白天那么长，总是让人忘记了休息。我图画好了，咱们聊聊天吧。啊，好啊。喝点酒吧。啊，我不喝，你喝。好。发现你挺喜欢这个地方的，啊，还回去干嘛呀？混个三餐一宿的，哪能想自己喜欢不喜欢？对，说的有道理。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想的太多了。潘先生，哎，我真佩服你的胸襟，我是真做不到。我只是不甘心。现在国内的百姓生活得很苦啊。很多地方的人，不是被冻死，就是被饿死，没人管他们。这些事情，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改变的。嗯。我那些最要好的朋友，他们都牺牲了。他们没活下来，我活着干什么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需要理由的。不。一定要有一个理由。别人我不敢说，玉良他是爱你的。不跟我说这个。其实人生可以很简单，爱全世界，有的时候并不比爱一个人重要。你还想要怎么闹？我已经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了。现在没有，我要感谢你嘛。奥敏，地产生意已经开展起来，公司里再也没有人敢瞧不起我。你去法国那么久，我每天都在辛苦的工作，我做这么多事情为了什么？你可以为我想一想吗？地产生意不做，我们照样有花不完的钱。你这么说，是不会打动我的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尊严。我挽回了曾经为了你进下家失去的尊严。很好，你挽回了你的尊严，我却要付出我的寂寞。我现在学聪明了，人是要爱惜自己的。吃喝玩乐虽然没有很开心，但总比没有的好。你仅仅是吃喝玩乐那么简单？你是说我的那些玩伴吗？我喜欢他们，因为他们就像以前的你，会说让我开心的话，会做让我开心的事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已经不会相信，不哭，也不会笑。可以多点时间在家陪我吗？这句话好像是我以前常告诉你的，你是忽然之间想起来。
小心，来了，进来吧。我正忙着画画。进去。你那天跟我说的话我还记得，你忘了吧？哪天说过的话我不算数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可以不踏进家门一步。今天你是张玉良，我还是潘大化呢。你不需要提醒我，我欠你的事太多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可以把所有的话都烧掉，跟你回去，一辈子守在你身旁。行了吧？从你离开丽春宴的那天起，你一步步的走向你的海阔天空，我管过你吗？今天你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这种委屈话来。玉良，油彩都快干了，没事的，我去看看。为了他这一幅画，我生气好长时间。啊？他解释说是因为你，他集中不了精神。画的真是糟糕。是吗？我再看看。两个大人的人老是纠缠着一个女人，说出来好像很不光彩。不过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女人，他事业再成功的话也显得乏味。小新，你跟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我应该这么跟你说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你的朋友。不过我告诉你个坏消息，我看过他最近的画，非常精彩。这个丽春院的小姑娘啊，她从来没跟我说起过那段事。这样，咱们出去呢，好好吃她一顿，喝她几杯酒。我告诉你，好，啊。相思送走了的忧郁，举一把紫色相思送走紫的伤势，倒映在生命河流，我和蓝的天赐的雨，美丽的孤波光中遇上哀愁的你，萧瑟看今夕月光，轻吻我脸，温婉如梦，摇曳间一片一望，一望相思被梦压碎，碎成灰呀，手中却不是成灰，是我俩今生今生的脆弱。